李承铉在韩国上综艺，节目组晒出戚薇照片，这美貌让全场都惊呼。其实在很久之前的时候，李承铉就在综艺节目中表达过自己对老婆的宠溺，那就是他在韩国的时候曾经上过一档节目，问到在中国发展的时候，李承铉就提起了自己在中国的事业，提起中国不得不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老婆戚薇和女儿 Lucky 了。当时他非常谦虚地告诉韩国网友，说自己的微博粉丝有300多万，但是戚薇的粉丝有3200万。听到戚薇的粉丝量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都惊讶了，因为韩国的总人口加起来5000多万人，戚薇的粉丝量就达到了他们全国总人口的2/3了，真的是让人惊讶不已。节目组还晒出了戚薇和李承铉两个人的合照，看到戚薇照片的时候，全场都惊呼了，就连台下的观众也忍不住夸赞说戚薇很漂亮，毕竟戚薇的颜值在娱乐圈中也能够名列前茅。而且李承铉本人也是非常谦虚的，在韩国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，也都不忘记夸赞自己的老婆。